行照吗？行照不在那里。但这个牌目前是被注销，要被打牌。你这台是43对吧？这张车牌是 C300 的车牌，你知道吗？这是2000的车牌，然后你挂在 C43 上面。本所同仁于巡逻时，车载 AI 巡防系统发出 AB 车亮警报，当即查获张男悬挂伪造车牌，且张男为通缉身份，全案讯后依伪造文书罪逮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